好，接下来这些特殊相对论的例子里面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些很基本的定义哦。所以我们先来定义说什么是所谓的一个事件，一个 event。就是 event 的定义呢，就是说它永远这个 event 呢，它只能发生在一个特殊的空间点，一个 single point， 以及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面。那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精确的量测呢？我们说呢，只有在最靠近这个事件发生地方的这个观察者呢，才能够告诉我们说这个事件精确发生的时间点。比如说现在有一台车往右边在前进，那我们说呢，假设我要了解的是这个车的前端在某一个时间经过了某个空间的位置，我就要很精确的告诉你说，它在 T1 的时间呢，这个车子的前端经过了 X1 Y1 这个坐标。那只有刚好在 X1 Y1 的这个观察者呢，才能告诉我们这个时间。那时间基本上用了一个钟，这个时间呢就是所谓的 T1。那另外一个 event， 比如说呢，我们说在时间 T2 的时候呢，这个车子的后端经过了 X2 Y2。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观察者，它本身呢是位在 X2 Y2 呢，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测量，看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说一个特殊相对论里面呢，我们说这个空间中呢，就是应该到处都布满了时钟，然后呢，如果说有任何的事件在不同的位置发生，那基本上呢，你就要用当地的这个时钟呢去量测它事件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